许马伦、老鼠鼠爷、陈安权，你着成声 B 啦，仲有边位啊 ？Jerry、李天行、芥兰、银正恩、黎黎、胡子伟、余丽晶、沈玉林，生日快乐！我哋系时候开始啊！上回讲到边啊？讲到做四个刺，四个癫佬刺客疯狂，佢冇黑白嘅，做咗食物链。啊咩咩有个唔知咩呢个系支线任主线系讲乜鬼啊？主线揾到个咩救咗 Elise 嗰个女仔系嘛？救咗啊！即系我就当兵啦，义父个女，跟住就唔知揾到咩线索乜乜乜咩埋队友黐线，想教达潮语好啊！你谂下一阵学咩咯？好啊，你系咪真系识晒啊？啊！好烦，每次睇个地图，我头有少少晕。讲真，吓、啊、你有冇呢个感觉？真心啊！好。好难操控呢个地图，快速旅行悭少时间。其实咁样捞会唔会仲耐过我行过去呢？应该唔会啩，系嘛？因为啲捞都捞好耐，但系未至于话咩吓，冇人觉得头晕啊吓。你觉得好好啊？呢个地图好方便，有乜可能啊？大佬咁花咁多一点点一叠几廿点，哎呀，万点一睇想揾想做个主线任都搞唔掂，乜都嗰啲点，即系地图再大啲，疏少少啊！我捞真系捞好耐，黐筋，我话行仲快，光实来，啪断条腰。病真人你咁打唔死我乜都得话俾你听啊！咚咚咚，每过一个钟就响一次系嘛呢啲？咚咚咚，我系冧巴温刺客。好呢、這个视察，呀、yeah! ！扑到视察系纯粹威嘅，你知唔知啊？啊啊，系冇意思嘅，你扑到视察系唔会有，即系嗰个人，即系正常捉佢啊，绳之于法啊，或者咩攞得到钱系唔会有。好彩唔使开锁啊，吓到我抽筋。见到啲箱啊门啊惊，有恐惧症，极难开。呀，双杀！我而家呢把武器有一次武士刀，你觉唔觉啊？即系个弧，但系个柄啊长好多咁样啊！呢把叫象刀，
莫摸般的小把戏，又假水了，太好了，又可以又假水，咔咔咔，假到不得了，冇呢个 game 又假水用，即系点讲咧？仲假过好耐之前啲 game 嗰啲，即系好唔真实。花块嗰啲啊真实好多，嗰啲游水，佢听到个窒息，佢又会觉得真系好正。难开啦，契弟。嗰啲夹夹不呢？而家你想沟木村个女，又玩多啲呢个 game 啊，学多啲法文。我一讲啦，呢个我知咩区啊？啊，呢个叫巴黎有咩区咩区啊？讲晒俾佢听。好，用呢、這个可唔可以用呢个碌嚟见咩米拉波？好，和米拉波交谈啊！而家要米拉波啊，即系刺客大肥佬啊嘛？我都记得，我唔记。哎，龙牙啦，你啲喎，已经变翻做呢个样啊，好白痴。Elise，Mirabelle 啊，即系嗰个鞋嗰个牌子啊。你估发生咩事？好嚟啦 ，Elise。喂，咩事啊？你冧咗佢啊 ？What is this？ I found him like this. 我一见到佢，佢就咁，我咩都冇。I didn't. 我冇啊，唔系我杀。我知，但一定要汇报会议啊，佢哋会知道点做。唔会，佢哋唔信我噶，我一定会变成嫌疑犯嘅。You're right. 冇错，你讲得啱啊。What are we going to do？ 我哋而家要点做啊？ We find out what happened. 先揾出啊事情嘅起因，先再去同佢哋讲啊。即刻走佬扮唔知啊，冇发生过。好，而家做麦侦探，呢个有手绢，系贵妇用嘅，所以我哋要将一巴黎一半嘅贵妇当疑犯。哇，你都几串啊，八婆啊！或者有工作人员知道呢个手绢系边个？我帮佢洗脱嫌疑，用暗串呢条友真系即刻煎佢两巴。条尸去咗边啊？做咩事唔见咗嘅吓？系发生咩事啊？而家又出现翻。好，睇下先。正你大肥啊，爆血管死啊嘛？冇血迹嘅，哎呀呢、這个，但系呢支毒针啊，呢个咩嚟噶？佢就系冧咗你老豆嗰样嘢啊！呢个圣殿骑士正式徽章嚟啊！点解徽章喺度？运用你想象力啊！哇，你都好串，即系你咯，你依个你系圣殿骑士啊嘛，契弟。好。好多嘢要调查，麦侦探呢本书，好似佢等紧某个访客喎，边个啊？灰马大师，边位个灰马？有咩调查？滚滚滚！好，开，嘣嘣，好似女人脚高踭鞋，嗯 ，poison， 毒药啊 ！Let me see that。别等我睇下，即刻灌佢饮落去。你中毒了，乌头毒草，好难俾人发现，除非你一开头知道有毒药。喺呢个圣殿骑士最爱啦，虽然任何人咧都攞嚟行凶，但系你讲得冇错，即系全部都系做到好似圣殿骑士中意做嘅嘢咁样啦。
然后一个女仔个头顶有个指控，你啊凶手，犯人只系得一个柯南。哦，我而家要指证佢，凶手就系你。圣殿骑士嘅毒同埋针，睇你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啦。冇错，你而家知道啦。我闯到去跑去杀一个唯一唔想杀我嘅刺客，然后抌低一大堆证据俾人发现啊！我都唔想嚟啊！你又杀你啊！你讲得啱，但系好抱歉，呢个唔系我做，但我信你大兄弟会其他人。今晚佢哋收到风声之前，我哋快啲揾到证据啦！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圣殿骑士涉有重嫌，但还是有点不对劲。而家揾咩？灰马大师啊？点解？我想砌佢生猪肉啊！如果你唔想俾个砌，即刻嫁俾我之女啊？点解唔屈佢？攞功劳？呢间系咩屋？无啦，点解有咩米拉波又会喺度？吓、啊，有冇人知道呢间系咩屋？咩回事？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中了毒的那个肥佬。中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为什么那些毒药是刺下去的嘛？那个杯的毒药是想去喝水的时候中毒还是怎样？你看很白痴。你看。你看。怎么搞的喂？低能开唔到啊！呃人，吃不到的补伤，是臭的。好，点解我会知道边个叫灰马大师？佢都冇人同我讲过边个叫灰马大师，从来冇人提及过。点解我会突然间知道？哦，你就系灰马系嘛？啊？灰马已经死了，会唔会？呢度喺地下，喺坑渠忍者龟嗰个基地。好。又话咩啊？啱啱个宝箱系另一边先开到啊！即系嗰个唔系宝箱嘅正面，只要兜去后面就开到，鬼知咩白痴？点又睇到啊？咁细，成龙邀请我加入兄弟会 Ted Brotherhood 社团。好，刺客帮会。我哋睇下灰马大师先。啊 ，Monsieur Dorian。啊，多里安阁下，有咩为你效劳啊？米拉波挂咗老亲啊，系啊，俾人谋杀啊。佢只要停战协议，唔会发生好结果。而家只好召集其他议会成员嚟啦。呢件事同艾利斯无关啊，佢个生命做赌注。请俾少少时间我揾凶手。好，期限系听朝，唔好迟到啊！米拉波咧系俾乌头草毒药毒死嘅，毒死？我一定要讲，你知唔知呢个圣殿骑士最中意用嘅毒药？嗱，我知道，不过要点样先可以买到浓度咁高嘅乌头草啊？每个医生嘅稀释嘅浓度都唔同啊！佢用乌头药酒医疗我嘅心脏啊！咁当然呢啲有严格嘅规定啦。我知道马来区咧有啲违法咧勾当。多谢你。即系而家喺咩马来区？有灰马大师肯清楚狡诈的药剂师专营非法企业，凶手就系灰马大师。我已经知道凶手啦，呵呵呵，你正蠢材，讲个自己自爆咗，大家点睇？吓、啊，我已经得出咗边一个凶手，你知唔知啊？
我已经发现了。灰马大师，大家估下凶手是边个？就是灰马大师，因为佢咁讲，灰马大师很熟悉奸诈的咩药剂师乜乜乜吓？有啲人话咩白痴，你睇下系咪？到时你咪知咯。做咩有得话有得指控喎？我可以指控灰马大师啊！我指控嗰、那个，点解呢个喺个集嗰度见到个指控？而家系咪可啊？即系而家有机会啦，可以指证你睇住，凶手就系你，灰马大师。嗯，又话咩你自己啊？凶手黐线，点会啊？大佬，我啱啱先行到过去，喂，点解又冇咗个咩指控啊？有没有喂隐藏结局的指控真正的凶手有没有啦我的指控灰马大师你要解弟点我哦犯人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well, 你那个接近米拉波你多次反对他而且你都知道怎样杀死一个人我都有严重的痛风啊！有时你行楼梯都冇办法行，而且我眼睛健康情况每况愈下，有十几个次啊，兄弟可以证明我天光一路喺度。原谅我唔系故意要指控，你呢啲系证据咩？唔系，你就系要故意指控我，而且令人感觉行好差。请你唔好喺度浪费时间讲翻系真凶，真凶就系你，唔好扮嘢。好戆居，点解啊咁啊？你不闪过去走真空喺度啊嘛？因为真空佢嗰啲证据根本系假嘅，低能咩咩？我痛风行唔到楼梯，边个知啊？有医生证明咩？行楼梯入即系你痛咁又点？你即系行到啊？你唔系跛啊，大佬咩眼睛情况咩每况愈下咁点啊？你即系认唔到呢个人啊？定咩？想讲你放唔到毒针啊？你咪又系睇到嘢，即系你都可以杀到佢。你而且你可以唔系你亲手杀，你派人杀。结论系咩？结论凶手就系灰马大师。啲藉口好差，有啲兄弟都系咁讲，啲藉口好差，我都觉得非常差。咩不在场证据啊？冇喎，边有不在场咩实好多？都话佢可以派人杀啦，冇用嘅。而家讲紧主谋，佢熟悉嗰啲毒药嘅。而家边个人识啊？冇嘅，其他人识嘅。一问佢就我知边度有得卖啊。系啊，系嘛？好啊，我你要毒药啊，我知喎。啊，空手就系佢。先。极化地图低能，直接行过去啊！哇 ！Come here， 咁串 ，Come here 好啊，咪 Come 咯，咁废。好，呢个系个伤嘅正面，刺筋，又假水，好嚟啊！阿森蓝，阿仙奴啊，好，好快又会。要指证灰马大师，剧情就跟我所讲嘅兄弟会入边有内奸，真正系如果唔系点会杀到刺客嘅大佬啊？咁易杀啊？有乜可能会知道嘅行踪啊？刺客嘅大佬烂船都有三根钉，好嚟啦！
我想你可能需要我帮手。只要药伤一个人，我都可以处理嘅。即系佢系都要跟埋嚟啊！呢条女惊，佢惊佢想毁尸灭迹，佢惊我哋发现到佢同佢系同凶手一伙。哦，掩人耳目，好白痴，成日都要咁。Bonjour 啊，唔好过嚟啊！咩事啊？咩 again？ 哦，你睇啊，做得好。喂，等阵啊，攞翻嚟啊！条女泪腺，企喺度啊！走身有屎啊，契弟！呀！哦！哇！掉烟雾弹，又似你啊！你死梗话俾你。我要问问题啊，契弟。哇，成炸油。哇，仲有好多人喺度发现我，哇，大镬！死梗，又似你啊！追啊，卅几公尺。好戆居，买包都好嘅。好，你咪走我一喺空中，好白痴啊！我砸 kick 下 kick 下，哇，冇事喎，只脚几劲喎。你又似你又用烟雾弹，我好憎佢成日喺啲边缘咧喺度。佢位高咁啊 ，kick 下 kick 下，好戆居，你咪走啊！就嚟捉到你啊！就嚟到啦，契弟！你死梗，我一捉到你，一定打你飞天，因为你搞我一镬粥。你死梗啦！呀！即刻借佢几锤先，唔使讲咁多，打落去变白痴猪头 ，boom boom boom。好，我冇话俾任何人听，完全照你嘅吩咐啊！你讲咩啊？你唔系同嗰个人一对咩？嗰、那个斗凤男？嗰下咩阿达云第二个人咩人啊？我唔知啊，睇唔到佢样啊！佢威胁我，如果唔俾毒药就杀咗我，冇问太多问题 我身上带咗啲毒药，佢马上拎走咗，而指示我去边度抌第二剂。第二剂拿落去啦，我净系知咁多噶咋。快烂，咁啊，将呢个故事点样啊，讲俾你子孙听啊？点啊？你讲啱啊，系佢将毒啊俾我哋嘅神秘杀手，而呢个杀手仲同我着一样嘅斗篷。睇嚟每个故事都要有无间道嘅情节先会精彩。如果有我哋内部有背叛者嘅话，就可以知道点解有人想杀我。攞去呢个就药剂师俾佢嘅嘢。咁我哋等咩啊？我都话啦，我都话有无间道。我在第一集已经估到了，头嗰几集已经早已明言，刺客组织入面有内鬼，你点睇？我一早知啊，劲戆居，你点睇？神机妙算柯南，我话俾你听，就系马灰大师，灰马大师已经讲咗。而家去边啊，大佬？一劈嘢，好快速旅行。咩剧透无耻？咩偷玩黐筋啊？边有偷玩啊？古佬啊，佢名侦探使鬼偷玩，估都估到呢啲剧情啊！名侦探柯达，
好劲啊，又好犀利，我估呢啲推理一流。我话我系玩一只 game 未玩，已经估到个剧情是否强劲啊！我玩游戏游戏一开头，我估呢啲剧情好叻，同啲师呢系师奶专有嘅技术。你有翻咁上下师奶经验先可知。喂，要跳喺边度啊？边度啊？我揾到啦！打断腰吧，打落去，呀！刮啊！我想有一集系咁啪，跟住就变成肉酱。骨折吧，跟住话咩？阿洛因此半身瘫痪，个徒步失败。阿洛半身瘫痪，吓？你的祖先没有半身瘫痪。这个区域设有警钟。哇！哇！佢好笨，呢个刺客石，打断腰啦！一棍啊！正常啲草如果咁高搭落嚟，肯定抽活个蛋都黐线啦！好，成头羽毛，正面交锋。